Canada.本次我们上架的拍品是七辆不同种类的汽车，大家注意看一下这个部分，尾部有一个明显的撞击，它撞得还蛮严重的，就是因为它这样强制扣过来的，所以我们没有钥匙，但是它的门是可以开的。但现在呢，我们通过网络技术，把所有的司法拍卖信息全部公开在我们的网上。同时呢，我们执行局的小哥哥小姐姐也会在网上跟大家面对面的直播，让大家全面的了解我们的拍品。来，大家跟着我们的镜头进来看，哇，这个房子好大，哇，这个别墅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的。带大家看一下这个房间，这要给当麻将室。在现场勘查的时候呢，可能有上百人来到我们的现场，但是呢，因为疫情期间我们不可能聚集这么多人群，所以说我们采用了 VR 现场直播，让大家身临其境的看到我们拍品的情况。看到整个的湖泊的湖景，给人一种荡胸生层云，绝姿入孤影的豪气。但是现在呢，它没有采用整个落地窗的结构，你需要从客厅，从门走到客厅，走到这个位置来，才能看到整个场景。大家看一下这个中控，这两块液晶大屏，我个人感觉是非常的时尚啊。那它这个车辆的公里数是111,984公里，怎么说呢？这个用了3年的车，跑了11万多公里，有点偏高哈。能在公众眼里的话，法官肯定都是严肃的，它代表的是国家法律，代表的是国家权威。你宣传的拍品，也是一种资产处置的一个方式。那我们也不是说做生意，可能年轻人居多吧。老年人呢，可能会有一个会纠结说，这个房子万一这个人不搬出来怎么办呀？这原房主会不会找我麻烦呀？这个车辆毕竟是个二手车，尤其停放了很长时间的，不知道买回去我。性能怎么样？因为目前疫情情况下的话，你比起这个直接看看图片、看看视频，那肯定是直播形式肯定最有利了。但是其实，如果很多竞买人真的想要这部车的话，还是会联系法院线下看的，毕竟眼见为实。你在很多情况下，如果你有特殊需求的话，你也不能够代替你亲身实地的来现场走一走、看一看。线下直播总有它一些不能够被线上直播代替的东西。
他有一些那个遗物，我就到交给你，你要不你给他看一下，好吧？他也没走过，没事吗？没有没有。我打电话，他没接。这个镯子是你妈妈那个身上取下来的，不好意思啊。不好意思，没有救活你的妈妈，但是我们有些东西还是要返还给你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些东西我都想那个亲自给了你，这个镯子呢是你妈妈那个身上取下来的，不好意思啊，好不好？我只有这些东西给了你啊，好吧？他有一些那个遗物，我就到交给你，你要不给他看一下，好吧？我捡了，捡了。哎，好吧。我他有没有死过？没事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我打电话，他没接了，捡了，捡了。不谢，不谢，你自己好好保险啊，好吧？好好，不打扰你们。哎，好，嗯。我听不得。